讲义哈，37道品的讲义大概在2个礼拜或3个礼拜，把剩下的8圣道还有12因缘讲完之后呢，我们接着呢下一个的课程呢，是为大家讲解中国禅宗的第一经啊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法宝坛经啊。因此呢，对于禅宗或者是对于法宝坛经呢，想要多了解的，想要去知道禅宗讲什么、顿悟讲什么的，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因缘啊，在下次的时候呢，我们开始呢，大概2-3个礼拜之后呢，接着就为大家来讲解六祖坛经了。希望大家能够来多听闻、多学习啊。所以学佛修行啊，不是只有一套哦，必须要有多种的，才能够帮助我们在不同时代对治不同的病症啊，哦，所以这一点是大家能够先做一个预告，大家能够了解。那我们呢，利用几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来做最后的念佛，我们回向哈。